首页认识一贯道慈生桥资讯免费赠书。认识一贯道与各教大德均见，老前人慈氏修行能具各正之见，则今生就没有白来，因为具有正之见，修道的方向就能正确，超生了死的目的自可达成。咱们在忙于行功乐愿之时，是否对正之见有所了解？身为一贯道弟子的咱们，是否真正体悟到师尊师母所传的一贯心法？什么是一贯？在修行上有何重要意义？一贯道与各教有何关系？道与教又有什么不同？为何各教皆有经典传世，而一贯道却不传经典？一贯道弟子如何修道？下手了手又依据什么？一贯道的殊胜又在何处？能符合现今的社会吗？一贯道的使命如何？为什么能并收万教？所评级的又是什么呢？以上问题，一贯道弟子不可不知，坛主、讲师、经理定当知晓。认识一贯道与各教一书，共分十篇189页，将为有缘的您详说分明，相信他将可发扬一贯道之尊贵性，并助缘道亲们达到事理圆融、心性不二、符合一贯实义的境界。只要来信台北邮政信箱12221号慈生桥收货线上索取，将免费寄送给您。谨此并祝道安，慈生桥敬起。目录：一、缘起；二、一贯道直超语言文字；三、信理心法超时空；四、宗教分类；五、宗教与人类有何关系；六、有何证据来肯定正教；七、一贯道与佛教之关系；八、一贯道与儒教之关系；九、一贯道与道教之关系；十、一贯道与各教有何不同之使命。一、缘起简介。道教本是同一家，体用从来不分开。若了诸法非实义，顿见全实皆随机。道与教之差别，修学应相互尊重。道之含义，三教同一理。二、一贯道直抄语言文字，心相无助一贯义，语言文字起经义，诸法实相随缘起的指妄言在当机，真指的意义，当机悟入本源心地，直指心性不立经典，万书归一本。三、信理心法超时空，信理心法本现成，何劳是信攀法成？当机若了全无事，今时何曾一古习？无心何道？宗教的使命，为而无畏。四、宗教分类。宗不自宗由教显，教不自教因宗立，通宗达教一成义，何教通宗显不二？信仰的探讨，祈求的性质，崇拜的性质，追求心灵的解脱。五、宗教与人类有何关系？因缘而设宗教立，善导众生本性明，沉静无助心自净，随处安乐素未行。宗教的力量，宗教的功用。六、有何证据来肯定正教？教化度生随缘起，经法破执亦归一，肯定正教何依据？说法不为中道义，正教是肯定自己的宗教。正教以心立法，外道之见，实法为一切法所依。七、一贯道与佛教之关系。五、十演法流经句，
面壁微笑抄文字，欲弃佛法真实意，一贯道法当下旨，义理不变贯古今。佛教的教化内容，无法就是实法，一贯道和佛教之因缘，本心非有法的，名叫通宗。戒缘以悟入本心，觉者为佛。八，一贯道与儒教之关系，中和之道天地本，三纲五常人本分，义理贯通圣凡事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真佛只论家常，达到正心的方法，中和之道，中庸之理，博学非是道。九，一贯道与道教之关系，阴阳互根三极道，施法自然为无畏，当机视现玄中密，不离一步返本源，无畏的意义，天地之始，如何达到体用不二，保任的功夫，畏而无畏的原则。十，一贯道与各教有何不同之使命，义理如全教如旨，既是立身使命同，一本万书传正教，万法归一半收元，体用如全旨，由当机悟入本心，万书归于义理。80060最佳留